was able to hear it, you know.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平安，平安。愿主耶稣基督对受过四个话的听，丰富充满在咱的每一天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，你是公义正直的上帝，有观念，有气力，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惊吓摇摇喘。总是你会听超越这一切。用温暖在你的面前可乐敬拜，阿爸上帝，我永远知影，因为听，予我甲你定心心的关系，予我定头心，也予我看见你大佮奇妙稳定。愿这份听陪伴伫我每一工，感谢你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是耶稣基督听，实在是真奇妙。用这个听，不断真做你我一生上要紧的存在。有一个朋友结婚无外久，爱常常分享结婚了后真多笑亏的代志。伊讲一摆，伊电脑袂记关，所以敲电转来伊的亲爱的老婆讲，伊讲我的电脑袂记关，你帮我关一下。后来无外久。伊来老婆就敲电话，真大声来讲：“臭老公，啊！你的遥控器提来，我不要关电脑嘞。”你才想无，关电脑跟遥控器有啥物关系？啊！来，过一摆，伊的电脑要搬去修理，真重。伊的太太就真轻松来讲：“我早来讲啊，迄电脑的太太呢，较轻，会较好搬。”伊嘛是三条线讲：“我无电脑是变太，变较轻。”其实分享这个代志的时阵真趣味，因为我发现讲结婚了后，甲单人来时阵拢总无同款，所以就笑起来讲，哦，会知影艰苦吼，结婚甲单人来无同款吼，啊，你要继续维持稳定去无？这个朋友讲，袂啊，因为吼、哦，我真爱我的太太。因为我真爱我的太太，意思讲，不管安怎，我的心内若有一份疼，有真多代志，就毋是问题。像遐这，当你的心内若有疼，伊就是一个溃烂，一个溃烂会帮助你，互你面对问题的时阵，伊无毋是问题。所以信徒讲，伊讲上帝啊。我的是在于什么话？我的灵若真正有气力，是在于什么话？是在于因为我的心内底有主耶稣你的听，有一份听在你的生命内底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你所面对的问题都无这么严重，甚至你会感觉这个问题无够真正是一个要紧的问题。愿你今仔日。有主耶稣真要紧的听，在你的身躯顶，互你感受到，你的每一天，拢有一个真大、真要紧的贵人。在美国一间病院，这是一个心脏科医生，伊突然有一个想法，伊就将伊啊来看诊的这真侪心脏科、心脏的问题这患者，来分做两组，第一组。伊邀请真侪遮个关心的义工，来为着遮个患者祈祷、陪伴。另外一种就是只有互伊食药啊，无做任何遮个关怀的工作。一段时间了后，伊开始来审查遮个受关怀甲无受关怀遮个患者的差别。伊发现遮个。有受关心、受祈祷的患者，伊用药的量愈来愈少，甚至因为心脏所引起的这些其他的并发症也减少真多，所以到心内非常
会肯定讲，哇，原来一个人伫痛陪伴内底，伊的生命的困难，伊的身体状况也不断地改变，所以就开始伫病院提出这个真要紧的建议讲，咱让这个患者唔通只有给伊药啊。如果咱的困难老高，唔忙每一个患者来到病院的时阵啊，伊拢会当有人的陪伴、关心，甚至为伊祈祷。有这个患者，因感受到痛的困难，所以这个病院就开始接受这医生的建议，投入真多的人困难来帮助每一个来到病院的患者，并确保每一个病友来到病院，唔通只有吃药啊。当一个人心有感受就痛，摸入伊的心的时阵，这个患者伊所反映出来是一个健康有困难。所以咱看见痛非常奇妙，因为伊不断地影响这个世代。我相信你捌去过高雄有一个六龟育幼院，这幼院有成立一个合唱团，这合唱团拢是一挂少年人，这少年人大部分受气杀，那是因为家庭真善良，父母将伊送来到育幼院，这囡仔。真侪人对细汉毋捌看过伊的爸母，伊毋知伊到底是啥物人来生出来，因为伊开始捌代志了后，就活伫育幼院即个所在。有一摆伊受邀请去做诗歌的见证，唱诗歌见证的时阵，即个少年人拢共款讲出一个话，毋讲，阮拢是无爸。无父的囡仔，我唔知我的父母伫啥物所在。有一摆，等学校安排一个功课，爱阮倒来厝来画一张图。即个囡仔倒来厝了后，我将即个画图纸放伫桌顶，拢无叮当。老师来问讲：“啊，你啥物囡仔功课做做咧？”娘啦，好休困。这囡仔打育幼院老师讲讲，我的功课是爱我画我的爸爸跟妈妈。我唔知要怎画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。哇，这老师听着心内真酸。可是有影，这囡仔袂晓画伊的老爸老母，因为伊印象中唔捌看见伊的老爸老母。明仔载迄个图伊有交出去啊，啊，不过这个囡仔拢知影，伊所画毋是伊的老母，毋是伊的老爸，因为伊的印象中全然毋知影，啥人是伊的老爸、伊的老母。伫这西瓜见证的中间，这个囡仔真有勇气讲：我毋捌我的老爸、老母，啊，不过感谢上帝。予阮伫即个所在有真侪亲人，有真侪亲像爸母、亲像兄弟姊妹疼伫我诶身躯顶，所以有即个疼帮助我赢过我心内来受气煞，无人要爱迄种艰苦、心酸甲疼，也就是讲透过着即份疼陪伴遮个受气煞诶囡仔。因心内迄种受气煞的艰苦、苦毒的灵，因为疼，帮助因来医治。这囡仔每一摆唱歌的时阵，拢流目屎。牛州西瓜讲，有一双看袂到的手，这双手常常安慰、扶持、帮助因。这双手是主耶稣基督的手。这双手在他的生命里不断吃多困难，让他赢过这一切。这兄弟
上帝讲，咱活着上要紧的是因为啥物？你生命内底有疼，当你生命内底有疼，你开始有信心。这疼帮助你有勇气，这疼也帮助你有影响力，甚至你经验到这艰苦挂路的时阵，你阁有一种分享的气力。你毋是只有可怜家己讲，啊，我是一个互人气死的人，我是孤单，我病痛，我受真多伤害。上帝听，帮助你赢过一切，让你开始有信心、勇气，让你开始有影响力，让你开始知影，这份痛愿意让你伫上艰苦、挂住病痛的时阵。你有缘跟人分享，讲耶稣基督听，伫我的心顶，所以我无惊遐。咱多纪念耶稣基督四个话，耶稣一句的讲也非常好，伊讲爸啊，是你的好意思，就是安尼。你听见无？耶稣讲爸啊，你这么好意思，就是安尼。什么是上帝好的意思？当耶稣准备要定时的时阵，虽然真艰苦，要惊吓，啊，不过伊安尼讲，这是上帝所予伊非常水的意思。一个要面对定时的家的时阵，咱的主耶稣讲，这是上帝好的意思。我唔知道你安怎想。我毋知当你面对苦难、面对大痛痛、大病痛时阵，你敢会安尼讲？爸啊，是，这是你好的意思。我要请咱用你的心，咱来看这段影片。咱将这西瓜放伫你的心，将这影片一个一个。真深来吸入你的心来。佛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佛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
因为听耶稣讲，父，这是你好的意思。因为听，所以当耶稣也是要走两公外里路的时阵，伊讲父，这是你的好意思。因为听，当伊面对真侪人的侮辱、点石头啊，对真话时，伊讲主，阿爸上帝，这是你的好意思。因为听，迄个长要到二十公分的钉啊，钉伫伊的手的时阵，主要所讲，阿爸上帝。这是你的好意思。迄个钉啊，真长真长，伊钉伫伊个手个脉搏个所在。当迄个钉啊钉落去时阵，会影响着伊喘气个功能。所以耶稣迄个时阵钉伫心里个，伊真歹喘气，因为迄个钉啊钉伫伊个手，互伊血筋神经断去。因为疼，所以主耶稣，伊甘愿为着咱来面对这一切。咱今仔坐伫这个所在，就是因为有这份疼，通个人将咱苦作伙，互咱坐伫这个所在，咱无分彼此，咱无分地位、权利，有这个疼。是对耶稣基督来的，因为这个听，予咱的眼光愈来愈清楚，知影为啥我会吃做一个基督徒。上帝眼光开始帮助咱用听来看咱身边的人，用听来改变你家己，用听来变化真侪歹的关系。主要说听，唔仅是你知影，迄顶是袂过听，即个听会深深摸着你的心。即个世界咧改变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声开始改变你的心。你的心若受改变，你目睭所看的代志就无阁同款。即个听，互你不断、不断的改变。耶稣基督的听。影响这个世代。有一摆伫骹球全世界的骹球比赛，每一摆伫比赛前甲结束的时阵，就有一个球员跪伫球场某一个所在安静。有一个记者发现这个代志，伊有特别去找这个球员来讲，有啥每一摆看你要比赛的开始甲结束的时阵。你拢跪伫迄个所在，你在做啥物？这句话来讲，我咧祈祷，我求上帝帮助我。我唔然唔忙，我来赢，我也唔忙。等我输的时阵，我有气力来面对输甲赢对我的影响。这句话继续讲，我的人生活伫一个真。善用真受伤害的家庭，总是我的妈妈跟我讲，我的一生爱我靠耶稣基督听，那呢，我就无惊了。伊就送一个记者一句话讲，囡仔都破坏重大的，通到我家来，我要让你得到安全。伊就建议这个记者讲，当你拄到艰苦话落的时阵。你来到耶稣的内面，让耶稣听来帮助你，让耶稣听来安慰你。听下这，这敢不是咱常常上爱，也上渴望一件代志？当咱人生面对忧伤、痛悔、艰苦的时阵，我讲唔忙，主耶稣，我要亲近你，因为你的听就是上好、上大的帮助。这个听就是因为你捌伫十字架顶面面对这么大
的艰苦、惊吓，总是你甲我讲，这是上帝放伫你人生内底上水的代志。当我家己去面对这么大的苦难、病痛、困境的时阵，主要说愿你这份对上帝来勇气、信心，也会当陪伴我。我心内有这份勇敢讲，阿爸上帝是我所面对的病痛、困境、艰难，是你放伫我的人生上好的意思。因为咱眼光有痛，所以你已经超越你目睭所看到这个病痛，我愈艰苦。痛改变咱，痛让咱的眼光无阁同款，痛让咱人生不断地改变。耶稣基督，伊所给咱的是一个永远无改变的痛。是一个让咱一生拢无阁挂袂疼。不过咱做伙用一段经文，咱来读，这是中文的，来读。他承担担担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听。让咱勇敢起来，让咱心内有气力。你一定知影，痛愈深，气力就愈大。当你疼一个人，疼一项代志，疼到你心会疼的时阵，你就知影，迄个气力非常大。你疼到一项代志，你感觉心内实在是……亲像站在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你我有一份疼惜予你，稳定、宽容、饶恕的气力，迄是主耶稣，伊放伫咱身躯顶一份上奇妙疼，因伊知影，这个疼若伫咱身躯顶，伊就要亲像上帝美好的心意。在这块土地，请兄弟，当你的心内开始疼的时阵，愿主耶稣的疼，在你的心内，让你感受到这个疼，改变你，让你有信心，有勇气，有气力，有影响力，让你愿意加人彼此温暖，让心内祈祷。阿爸上帝，这个疼真奇妙，有时阵阮袂当骄傲，阮目睭所看的，也让阮袂当全然理解。拢是阮知影，不管阮活在什么境遇内面，主耶稣的疼拢无离开阮。阿爸上帝，感谢你的疼。我照顾每一个人，感谢耶稣，我的主。
感谢你，我们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请坐。